老板您好，让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陈文静，我今年22岁，我身高1米，71，我体重55公斤，我高中毕业，我还没结婚，我现在找3个人，我住在北疆，什么工作都可以做，我想来台湾上班赚钱，帮助家庭改善生活。我介绍好了，谢谢老板。谢谢老板。